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赐福森林寺宝箱48，优乐片段93，原神一条龙 4.8 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赐福森林上方的这个锚点，到这里往北方向地图上方往这边走过来。好，那在这里有一个空中的一个这个什么 NPC 啊，来和他对个话。好，这边会出现一个金属盒，拿到它，拿到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一边跳下去。好，这里是一个珍贵宝箱啊。好，把这个蝙蝠来捡起来，飞天蝙蝠。哎呦，如果你在空中没搞到的话，你去到前方那个平台上啊，前方的平台上高度就够了。好，那这边宝箱解锁啊，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过来，这里和这个木马对个话，这就是抢凳子啊，我们直接站在这个桌子上。好，他这里准备开始抢的时候，直接给他直接抓树莓就行了。好，那这边第一个普通宝箱，然后第二个继续。好，第二个拿到，但老板，我拿到之后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转角这边往下跳啊，这里有一个限时挑战，开启这个挑战。啊，把这挑战做完。哦，帮我们卖，所以不要摔死啊！好，拿到这个金色的宝箱，往南方向就下方这边过来，这有限制。后来这边跟着这三个胖胖鼠。把前面两只丘丘人给它清掉啊。呀，哇，一直跟着他们走。
后来呢，他们停下之后，我们直接往下跳。前方这里是一波去救人镇守的一个宝箱，我们来把怪清掉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普通宝箱。好，那拿到这个宝箱之后，我们直接往回走，直接往回走，回到刚才那个珍贵宝箱的位置啊，或者你直接传送锚点，传送锚点跑过去也行。好，过来放置。好，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。那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我们现在在传送到最上方这个锚点。好，传送上来之后，往西北方向地图主玩家这边走。好，这边又是这个砸来的蝙蝠。好，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。那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偏南一点啊，这边这条路往上走，这里是一波丘丘人。好，来清一下这波丘丘人。好，清完怪之后，我们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。拿完这个宝箱，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过来，把这个幽乐片段啊拿一下。拿完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前方华丽宝箱的位置。好，然后现在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回来，给它捡起来。跳到旁边。好，这样旁边出现一个金子宝箱，开启它。按了，拿到这个金子宝箱，往南方向就下方这边，在对面的平台上。好，挑战完成，拿到这个金子的宝箱。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就下方，在这边顶上啊，有一个那个啥，幽乐片段。好的，那拿到这个幽乐片段，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往前飞。好，下来把这波去救人清掉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，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。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过来，把这个华丽宝箱捡起来。
好，捡起来华丽宝箱，然后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。不必心悸。好，这边是这个挑战，参加，点击参加，然后来旁边这个飞鼠啊，说话的这个。好，来，好，来和他点击开始。好，来对话啊，和他对话，追到你了，一个一个追。这俩会跑，这边会拿到一个优乐片段，不必心悸。好，那四个都追到之后，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，宝箱，然后这宝箱打开地图，我们传送到最上方这个锚点。好，那过来之后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，这边这条路走过来，前方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，直接开启它，拿到这宝箱继续往前。哦，无声的限死，进入山洞。好，那在山洞的深处啊，这里有一个木马，折纸木马，来和大家对个话。好，这边拉一下它的钩子，然后把这个泡泡菊捡起来放这个兜里。啊，好的，那这样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，啊，拿完了这个宝箱，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来到赐福森林正上方这个锚点。好，这里来了之后打开我们的任务列表啊，这里是荷叶与森林的答案，这个任务追踪目标，然后跟着任务指引下去触发任务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再打开地图，传送到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锚点。好，那我们再把旁边的这个飞鼠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，那这里我们先点击降下水柱啊，降下水柱，然后往左手边过来，这边去把那个叫啥，给它弄开啊，蜂巢啊，把蜂巢搞开，给它带回来。好，然后进入山洞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。好，我们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过去。那这里我们把它捡起来啊，把这个飞鼠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这里点击升起水柱，然后给他把这个蜂场给他打开。好，完了之后右边这个蜂场也给他打开。好，接下来穿过靶子，跳上这个荷叶。好，他给我们带上来，捡起这个精致宝箱，取残有风。好，这里对话完之后，同样把旁边的这个花，也就是把这个蜂场给它弄出来啊。好，把这个飞鼠捡起来，先把这个花弄出来，蜂场弄出来。
好，这里降下水柱。好，然后来左边这个谷，来跳过来。这边也降下水柱。好，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来弄过去。同样站上这个荷叶。好，完了过来对话。好，那这边对话完之后，这里它会自动跟着前方这个星星啊，自动跟着前方那个星星，就像游泳一样。那这里比较长啊，比较长，然后最后飞完之后啊，会给一个华丽宝箱。那我就把这一段飞的这一段给它剪了，那我就切一刀。好，那这里对话完之后啊，飞过来对话完之后会获得一个华丽的宝箱，我们开启这个华丽宝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对一下优乐片段，现在是93个宝箱的话应该是48个宝箱，你打开你的米游社技术看一下啊，应该是48个宝箱。那我们第一天啊，第一天的宝箱就拿完了，第一天的东西就拿完了。然后这边是这一块区域是第二天，也就是明天，明天才会刷新，明天才会出现啊，才会更新。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我们明天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